市民朋友，新年快乐！我是桃园市长张善政，感谢市民朋友的托付，新的一年，我将与市政团队一起打拼，不负所有市民的期待，打造桃园成为安全、宜居、文化和经济并进的科技新都会。祝福大家兔年行大运，玉兔迎春，恭喜发财！